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可以陪着喜欢的你一起去看你喜欢的风景，或者一起去我想看的地方，将我们青春的风采结合在大自然的世界里，这样等将来我们年迈之时，还可以搀扶着彼此，把曾经的故事、温暖的回忆，我想和你一起去爬山，在中途可以陪你看看阶梯两旁的花草树木，或者谈谈我们心中的悲欢，然后互相鼓励，奋力地爬到山巅之上。在山顶，我们可以一起俯视爬过的路和远处的高楼大厦。在山顶，我们可以一起谈山的坚强与厚重。在山顶，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凌云壮志和爱恨情仇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